闻他这制度上，说吧，何时求助于朕呢？陛下，贺连征得金狮传信，我父王的红石，贺连王子杰，朕以下旨礼部，准备国礼以上金狮王。贺连征谢陛下宽赐，只是小王想求陛下借兵10000。 所以我会金狮，清除金狮逆贼贺连烈，望陛下开恩。哦，金狮皇叔贺连烈，居然是逆贼，朕怎么听说他是奉了金狮王遗诏才行事啊？陛下，小王爷，金狮内乱，小王实在是羞于启齿。 还望陛下体恤。若论以你相处之情，朕自当相助殿下。可若论两国相处之道，朕实在是师出无名，爱莫能助啊。小王愿意白头牙3年矿产，回报陛下进去。朕断断不是为了金狮之矿产才不允借兵的。且容朕想想。 陛下，老奴以为天生于金狮，应互为犄角，方可不被大越所侵犯。陛下，给使言之有理，还请陛下三思。也罢。那请问贺连王子，可愿做朕的姻亲？朕思量着。 既然如此，朕就赐封之威，升云公主之封号，一同返回金狮，你看可好？陛下所言当真。贺连征，谢过陛下大恩。
太后天寿，只以在位的金狮王皆为姻亲，朕的声音公主，只能是金狮王后，而非流亡王妃。请陛下安心，男儿不立业，何成家？我回金狮，自然要先遣除叛乱，然后再迎娶圣婴公主。何连征。 声音叩谢陛下天恩，那就去吧。 魏征，朕就不希望楚王怨朕，你可明白？圣婴从之，心者又如何？深情不够多，莺飞鹪歌。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世上，除了你，好像没有什么让我很开心的。你还真是我的贵人。从今往后，咱们怕是再也没法江湖不见了。我还是奉承。那本王放心了，看来我们还是仇人。至少比陌生人好。我要走了。心痛有我要与何连征前往京师，做他的王后。你可预约？ 想到能离开这里，我很平静。路没匆匆过，相见无处躲，浅水清面奈若何？ 醒来都是错。
风太大了吗？他往今时刻容我避风，后会无期。